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借用佛经里面一个有关生命嘅预言故事，搞到预直者人人听到都大为叹服。纪嫣然既系被呢个预言打动，同时呢亦都借机要向呢个董马痴表达自己嘅崇敬爱慕，于是亲自向佢斟咗杯酒，搞到人人起哄。李元双眼嘿不由都闪过好妒忌嘅怒火。在旁边那个东周军的使者姬仲看在眼里面，于是趁机就说这个这么好听的预言，不知道董先生是在哪里听回来的呢？哎呀，真是令我们拍案叫绝。李先生才高八斗，对此一定有另一番的见地吧。呢番说话呢，分明暗暗贬低项少龙，就明捧李渊。话你项少龙呢咁精彩嘅故事，一定都系听人哋讲嘅啫。即系李渊先生先可以讲出自己独特嘅见解。呢个人为咗追求目的，真系不择手段。对佢嚟讲，能够影响楚王嘅李渊，当然比呢个养马嘅董马痴项少龙重要得多啦。韩闯哈哈一笑，插口话：听讲嗰个系董卿喺马嗰度领悟翻嚟嘅预言。不过我听咗之后有另外一个谂法，如果我哋六国大家都能够忘情于嗰滴只能够填上一刻嘅蜜糖，联手对付虎狼之国嘅秦人，一定可以喺绝境里边脱身嘅。呢几句说话明显系针对楚国嘅人嚟讲，因为正系楚国几次俾秦国一啲甜头迷惑，就背弃咗其他嘅国家，搞到呢大家合纵攻秦，就断兵折将，而自己亦都系得不偿失。赵牧佢哋成班人听到都暗暗清快，李渊面色一变，但系有纪嫣然在场，佢系点肯失态啊？即时啊回复正常，将话题啊扯咗出去。项少龙亦都知道自己系言多必失。耷低头一味食嘢，过咗阵，李渊又向纪嫣然大献殷勤，又向赵雅同埋其他几个女仔敬酒，一副名士风流咁嘅格局。坐喺李渊身边嘅赵雅俾佢逼住连干咗几杯，不由得一阵浪笑，话：哎呀，乜寻晚你仲逼人哋饮得唔够咩？众人听到都窒一窒，望实佢两个。赵雅咁先知道自己讲错嘢，当堂耷低头。李渊亦都感到好尴尬，佢寻晚嚟揾赵雅呢，一方面系想向项少龙示威，另外主要亦都系好色。因为赵雅虽然比唔上纪嫣然，但亦都算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美女，自己放过佢实在可惜。点知自己同赵雅嗰啲风流韵事，而家赵雅喺言直之上就泄漏咗出嚟，不如都好尴尬咁干咳一声话：寻晚唔系讲好要比拼酒力嘅咩？呢个时候，纪嫣然就望咗项少龙一眼，顺便就向李渊淡然咁话：呢啲叫做自古名士都多情啩。李渊个心啊叫闭啦，仲未嚟一次解选。赵雅即时微笑住话：嫣然小姐误会啦，李先生寻日嚟同赵雅都系谈诗论文啫，饮酒只不过助兴。赵雅咁样讲嘅时候，双眼啊望实项少龙，佢希望呢个董马痴亦都听得明自己说话中嘅意思。老实讲啊，呢、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有些后悔，恨自己受不住李渊的引诱。除了项少龙之外，李渊是连晋之后最使他心动的男人，又说可以将他带来这个伤心地远走楚国。但是自己不知为什么对眼前这个粗粗鲁鲁的董马痴，他总是觉得一种特别的刺激和新鲜的感受。佢嗰种既粗野又充满智慧嘅霸道方式，使佢呢成日都喺反抗同屈服两个矛盾嘅极端之中挣扎，呢种感觉真系又痛苦时又快乐啊！
郭秀儿显然都好鍾意诗歌嘅，於是即刻就向自己心目中呢个大哲學家董马之，即其实项少龙话：董先生，唔知你对诗歌又有咩心得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望实项少龙。郭仲睇下自己个女咁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唔通呢个乖女对呢个粗人居然有啲情意，咁啊弊家伙啦！佢仲点肯嫁俾李元呢？纪嫣然同赵雅呢都精神一振，好期待眼前呢个人又讲出另一番有见地嘅说话。项少龙知道弊家伙嚟呢趟，自己个好运呢到而家已经完全冇晒啦。因为喺战国时代，诗歌呢有住无比实用嘅价值，喺权贵之间啊更加成咗生活嘅一部分。大家交际嘅时候，如果唔能够吟翻一两首诗啊，就会俾人鄙视，甚至呢有啲系专门以诗文为乐嘅欢迎词，叫做赋诗；回敬嘅诗歌就叫做答赋。所以如果吟诗嘅功夫生疏呢，好容易喺宴席之上就当场出丑。所谓不学诗就无以言啊嘛。诗歌唔单止系装饰门面嘅功夫，同埋表达修养内涵嘅工具。当时呢，大家仲有论诗嘅风气，而呢种形式喺宴席之间啊经常发生。所以郭秀儿唔系专登为难呢个自己对佢已经好有兴趣嘅男人。而项少龙一听佢咁讲，啊，几乎差啲要叫救命。表面上系松松容容咁话：董谋始终系个老草，边度有咩资格讲咩心得啊？郭秀儿估唔到呢个与众不同嘅人，俾咗个咁令佢失望嘅答案，当堂啊耷低头唔出声。纪嫣儿都好愕然，因为对佢嚟讲，项少龙公开追求佢，真系个非常有趣嘅游戏，亦都可以使佢进一步了解自己爱郎嘅本领。点知佢啱啱先稍露锋芒，喺又缩翻去，使佢欣赏唔到佢以豪放不羁嘅风格表达出嚟嘅才情。佢点知道项少龙唔系想忍受，而系呢方面自己真系好草包啊嘛！姬仲一听，面上面露出好鄙视嘅神色。佢更加肯定嗰个预言呢，项少龙喺人哋嗰度偷嚟嘅，唔系佢自己谂到嘅。薄开寒床都露出好惊讶嘅神色，因为佢哋知道董康嘅父辈都系做官嘅人，咁呢个董马痴点会对诗歌一啲都唔认识呢？赵武啊，估佢唔想喺呢个情形之下再露一手，笑一笑对赵雅话：唔知道夫人同李先生寻晚讨论嘅系咩题目呢？李元见到项少龙李云到你出丑啦，个心都唔知几高兴，即时话：在下同夫人倾到诗同埋音乐嘅关系，所谓轻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啊嘛。在下又将自己所作嘅文章就俾夫人指教，好彩夫人并冇见笑。一般嘅贵族大臣嘅交往都离唔开诗乐，李元亦都借此啊向纪嫣然表明佢同赵雅呢并冇涉及其他。一直都冇讲嘢嘅赵志谂起寻日项少龙对自己嘅无礼，咁而且呢佢都写得好难睇嘅字，忍唔住就话：董先生就唔同啦，佢似乎将礼乐诗书都唔放喺眼内呢。项少龙见到咁样嚟揭自己脑底，就几乎要将佢碾死咁滞。佢呢系暗暗嘲讽自己寻晚对自己无礼，同时都妒忌纪嫣然头先公开对佢表示崇拜倾慕，所以有意无意之间就阴翻自己几句。李元一听好高兴，佢笑住话：董先生自细就要同马匹为伍，以马为乐，对其他事当然就唔摆喺心度啦。姬仲一向都觉得自己身份矜贵，点知今日逼不得已要同一个养马嘅老粗坐埋一整，个心好唔高兴。但系佢为人深沉，
就唔系咁轻易可以流露自己心里面嘅想法。呢、这个时候，即系乘机巴结李元话：董先生养马就天下闻名，李先生你啊诗乐精湛，大家都各有所长啫。项少龙本来就唔想多事，而家听我哋一班人一个字个系咁样嚟得自己，听到无名火起啦。佢话：请恕我呢个粗人明白，七国之中，如果讲礼乐嘅修养、讲学嘅风气，秦人输咗几条街都唔止。但系点解偏偏而家秦国成为咗我哋六国最大嘅威胁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众人都不由得面色一变，但系跟住无言以对，因为呢个系个无法争辩嘅事实。项少龙冷言话：有人或者睇唔起我呢种养马嘅人，对董某唔识得诗书感到鄙夷，但系董某却系认为养马可以使到国富家强，抵御外敌。秦人嘅强大就因为佢哋以军功为首，其他一切都摆埋一边，作为生活嘅一部分，诗书礼乐当然有陶冶性情、美化一切嘅积极作用，但系而家嘅情况之下，更加重要嘅系富国强兵，所谓衣食足，食之荣辱。如果连家国都难保，仲倾乜嘢诗书礼乐？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最后先可以报到大仇。本人嚟到邯郸之后，发现人人都醉心于吃喝玩乐，咁嘅风气，就算礼乐盛行，仲有一日都会成为亡国之劳啊！呢番说话讲出嚟，将众人都闹咗一次。最难过系赵之啦，俾佢咁样当面痛斥，当堂耷低头唔敢出声。李元寒厂嘅表情都有啲唔自然。冇错噃，佢哋本来系国家重臣，但系喺呢个商量点样合纵抗秦嘅时刻，佢哋喺邯郸佢话挂住纵情声色，对于点样对付强秦嘅大事啊置诸不理。赵牧谂起呢个董马痴出身于荒山野岭，对佢有咁嘅想法就并不为怪，仲心谂将来如果自己做咗赵国嘅国王，一定要重用呢啲只求实际嘅人。反而其他几个女仔嘅感受呢，就唔系咁直接，因为喺呢个男权当道嘅时代，捍卫国家系男儿嘅责任，但系佢又反而觉得众人皆醉，此君独醒，佢真系与众不同啊！姬仲听到呢度，忍唔住冷笑话：乜秦国真系咁得人惊咩？六死垂手，犹未可知，未到最后，边个可以讲清事情结局啊？项少龙对呢个东周军派嚟嘅人已经感到非常憎恶，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住佢话：人话凡人只系想住今日做嘅事，愚蠢嘅人净系记得寻日嘅事，只有智者先至胸怀广阔，谂住听日、一年甚至十年之后可能发生嘅事，所以先可以由今日开始制定计划。如果等到分出胜负、恨错难返嘅时候先睇返嗰个结果，咁不如返去諗住自己女人瞓多几觉好囉。姬仲听到面色一变，佢话：董先生咁讲算咩意思呀？唔通我哋就冇为将来而谋划咩？唔通只係你董先生先係个智者？赵雅啱啱想出声缓和气氛，项少龙将手一摆，佢话：李先生严重啦，本人只系就事论事，你千祈唔好以为本人出言针对我呢个人直肠直肚。而家我既然嚟到邯郸，当然亦都同各位和福与共，希望能够献出自己嘅一分力量，保家卫民。但你睇下，我得到咩待遇啊？所谓见微知著，六死垂手，亦可预期。这个不是争论的时候，
大家应该抛弃成见，自己知彼，咁样先可以同秦国嘅人日较短长啊！郭开同洛成互相对望咗眼，都明白佢满腹怨气嘅原因，系因为怪赵孝成王，因为李渊而冷落咗自己。赵霸喝声话：好，佢拧转头对姬仲话：董麻痴，快人快语，听到赵某好痛快，姬先生唔好怪佢，佢呢番说话闹晕晒在座各人，包括本人在内，但系闹得发人心醒啊！李渊仲唔服气，佢冷笑住话：既然系咁，董先生认为诗书礼乐唔重要，出席宴会浪费时间，咁你可以索性唔嚟出席呢个纵情声色嘅宴会，点解讲一套又做一套呢？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李先生你误会啦，宴会乃系正常社交，秦人都唔会禁绝宴会，本人只系借题发挥啫，指出有啲人放住最重要嘅大事唔做，但系净系识得玩物丧志，甚至为咗一己私欲转做啲损人利己嘅事啫。跟住双眼一瞪，伸手拉住嘅衣服一扯，露出佢包扎住嘅肩膀，若无其事咁话：李先生可唔可以话俾本人听，我呢度剑伤系边个做嘅好事啊？既然哎呀咁叫咗声，望向李渊，李渊一下子冇提防，当堂成个窒住唔出得声。众人听到佢咁讲，咁先明白，睇嚟呢个李渊因为妒忌嗰个董马痴得到纪嫣然嘅青睐，居然啊要对佢动刀动剑。项少龙跟住拉翻好件衫，微微一笑话：李先生当然都唔会知道系边个做噶啦，本人亦都唔将啲偷袭我嘅鼠辈放喺我心度，呢啲咁嘅卑鄙小人，大家都唔使理佢。我只不过想话俾大家听，董某唔系无的放矢啫。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要建立佢率直豪放嘅形象，同时都系打击紧李渊，使到呢个人唔敢再对自己喐手。如果唔系，所以洗帖嫌疑都系非常头痛嘅事。李渊呢个时候嘅面色就真系变得非常之难睇。赵牧就话：董先生将你受到袭击呢件事详细咁话俾骆将军听，骆将军邯郸城守，佢一定可以还你一个公道嘅。项少龙笑一笑话：奢微之事何足挂齿啊！嚟，我敬纪先生同李先生一杯，多谢佢哋肯听我呢个老草啰嗦。众人于是就一齐举杯，搞到姬仲、李渊两个冇办法，亦都要举起酒杯饮咗。赵子跟住对项少龙敬酒话：小女子无知，激到董先生咁嬲，借呢杯酒向你赔罪啦。赵子嘅脾气一向都非常之刚硬，啊，居然咁肯低声下气，即系佢人生嘅第一次。项少龙饮过杯酒就话：系我唔好啫，边关自姑娘嘅事啊？纪嫣然双眼异光闪闪，佢话：董先生嘅说话唔单止出人意表，仲发人心醒，将嚟一定定非池中之物啊！跟住杯来酒往，气氛就恢复正常。但系李渊今晚就频频失利，俾呢个董马痴占尽上风。咁即时极力向另一边嘅纪嫣然呢就倾偈敬酒，希望要博翻佢啲好感。但系纪嫣然听到话呢个人卑鄙到居然派人去暗杀项少龙，嬲到啊几乎要一剑杀咗佢咁滞，即系礼貌上冷淡咁应付佢。坐喺项少龙旁边嘅韩闯呢，就喺台底暗暗拍咗佢两下大髀，表示赞赏。赵牧向佢打咗个眼色，亦都表示对佢嘅表现满意。霍开露出好深思嘅神色，
显然呢个董马痴呢就唔系好似佢想象中咁简单，要对佢重新评估。而赵雅就沉默落嚟，佢都估唔到李元同呢个董康唔知点解有咁大嘅仇口，居然派人去杀佢。佢亦都系个非常之机灵嘅人，隐隐约约已经谂到李元一定因为妒忌而佢嚟讨好自己呢，话唔定亦都系想藉以报复董康嘅意思。虽然佢同董康而家一啲关系都冇，但系摆明系俾李元利用。谂到呢度，不由得有啲后悔。突然间，项少龙十一声起身，向佢好潇洒咁行咗个礼，话：多谢夫人呢个与别不同嘅彩灯夜宴。但个董某人惯咗要早瞓，所以我哋先行告退啦。众人都出声挽留，咁当然击中李元两个就例外。项少龙再度行一个礼，就退出座位之外。赵霸起身话：听日我哋行会同李先生嘅论剑会，董兄记得准时嚟啊！项少龙仰望纪嫣然，纪嫣然咪要自己公开咁追求佢嘅，而家正系机会。于是索性用好热烈嘅眼神望住纪嫣然话：如果听日论剑会上会见到纪小姐嘅芳驾。纪嫣然即时就话：既然董先生出席，嫣然点会唔奉陪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嘿，即时嬲到李元面色变晒，其他男人啊个个都露出好厌善嘅神色。项少龙即时再向众人逐一告辞。轮到郭秀仪嘅时候，呢、这个娇娇女都话：听日秀仪都要一齐去。呢句说话听到项少龙同郭仲两个同时都眉头大皱，而赵志呢，佢又专登唔去望佢嘅眼神，匆匆行咗个礼，转身就向住大门走咗去。啱啱行近门口，赵雅追过嚟话：等我送先生一程啦。项少龙知道佢系主人身份，自己系推迟唔到嘅，就话：夫人客气啦。赵雅行喺佢身边，佢唔出声，项少龙呢亦都唔方便揾咩说话嚟讲。行咗两步，赵雅突然间一扯个衫袖，停低脚步。项少龙好奇怪咁停住脚步望实佢。赵雅一面茫然，双眼之中有啲好凄迷嘅神色，仰起个头仔细咁打量住佢。项少龙见佢上上下下咁盯实自己，喺入咗心有啲惊啦，就话：夫人，夫人你做乜啊？赵雅拧拧头，唉咁叹一啖气：我总系情不自禁咁将你当成另一个人，但到睇清楚嘅时候，先知道睇错啦。项少龙嘅心头冷汗都几乎飙出嚟咁滞，乘机就岔开话题话：鄙人同李元冇咩相似嘅地方，不过你过得算好彩啊！赵雅就纤细嘅衣袖话：董先生唔好见笑。赵雅正系不断咁揾紧嗰滴蜜糖，你又可怜下我呢个可怜女子呢？先生点解总系对人哋咁残忍嘅呢？项少龙听到佢心头一阵怒火升腾，心谂：你既然揾到老子呢滴蜜糖啦，点解要忍心将我出卖呢？你有两滴蜜糖，一滴喺李元嗰度，一滴喺韩厂嗰度，而家两滴都留喺大厅里面，恕在下失陪得。讲完之后，一甩手，甩开佢牵扯住自己嘅衣袖，大踏步咁行咗出去。赵雅睇住佢背影，霎时之间，天地之间好似冇晒应有嘅颜色咁。此时此刻，佢知道自从项少龙之外，首次对另外一个男人动咗真情。但跟住佢嘅心又有啲嬲：你系边个啊？我赵雅边会咁容易俾你拒绝呢？一蹬脚就拧翻转身走入去。项少龙行出夫人府，吹住夜风，精神一振。
头先呢，佢真系嬲呢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大祸将临，六国灭亡嘅命运，其实而家就已经开始啦。讲起上嚟，佢嘅心情真系好矛盾。而家佢项少龙已经成咗六国嘅敌人，但系对住邯郸呢座大城市，佢仲系有住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出咗夫人府，佢嘅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佢见到啲六国嘅蠢人，净系识得明争暗斗，一啲都唔知道佢哋将要面临嘅灭国大祸。但系同时亦都觉得自己嘅心情好矛盾，因为照道理嚟讲，佢而家已经系到咗秦国，要为秦国效力，咁即系话系六国嘅敌人。但系，唉，佢嘅心里边对邯郸呢座著名嘅古城仲系有一定嘅感情，使佢情不自禁咁为呢座古城未来嘅命运而担忧。跟住佢又谂到自己嘅问题，本嚟翻嚟赵国只系要捉赵牧杀洛城呢件事呢，应该比较轻易，但系而家又变得复杂无比。喺而家嘅形势之下，想捉赵猛，然后将佢运翻咸阳，真系天方夜谭。如果仲要杀死洛城呢、这个手握邯郸军权嘅大将，咁啊真系难比登天。本嚟坚强嘅信心，而家都有啲动摇啦。喺邯郸留多一日，就会增多一日嘅危险，因为佢随时都会暴露身份。咁真系会系全军覆没之祸啊！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其他五国嘅大臣名将都集中到嚟邯郸，使到邯郸嘅保安警戒大为加强。捉赵牧或者仲唔算难，但系要将个神不知鬼不觉咁运翻咸阳，真系困难重重啦、啊！谂到呢度，不由自主咁叹一啖气。正呢个时候，一阵马蹄声喺后方嘅由远而近，项少龙估到边个追过嚟啦。佢头都唔拧翻转咁话：赵姑娘，你好啊嘛？赵子回应话：你点知系我跟你嚟嘅？项少龙侧头望下佢话：如果唔系赵子，边个人仲够胆单人匹马嚟揾董某人嘅晦气啊？赵子本来耷低头望实佢嘅，一听佢咁讲，突然间好嬲咁昂起块面，拧转头望实邯郸城嘅夜空话：咁你又估错咯噃，我几时得闲同你啲人计较啊？项少龙知道，经过今晚呢，佢嘅心早就向自己投降咗一半，不过呢，面子始终系放唔落嚟啫，但系。而家佢心里边只系留低一个纪嫣然，兼且赵志又系精进嘅心上人，自己点能够横刀夺人所爱呢？佢实在冇办法对自己嘅兄弟做出咁嘅事情。如果唔系嘅话，日后同精进之间，你话几咁难堪呢？佢寻晚夹硬逼赵志走，其实佢心亦都好唔好过。尤其呢刻嘅赵志系变得咁迷人。于是佢哈哈一笑话：咁你点解又得闲陪董某人夜游邯郸啊？赵子策马走到项少龙身边，同佢并排行，好唔经意咁话：你唔觉得今晚得罪咗所有人咩？咁有乜所谓咩？孟子咪话过：虽千万人，吾往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项少龙跟住充满咗英雄豪气。赵子望住佢话：你用鬼咁威风添，上马啦！去边啊？你怕？我系怕两个人逼埋一匹马度，惊住赵姑娘你蚀底噃、啊。
哼，昨晚又唔见你咁为我着想，你系咪唔系男人嚟噶？如果冇啲气概嘅，快啲同本小姐躝开。项少龙就知佢讽刺紧自己，昨晚跳上去马背轻薄佢嘅事，不由得摇头苦笑。你把口仔系真系犀利，不过既然你已经有咗前车之鉴，咁你一定要明白董某人唔系咩坐怀不乱嘅真君子。你一个咁靓嘅姑娘仔，要我坐喺后边啊，我话唔定只手都唔识听指挥噶。我理得你做乜嘢啊？快啲上嚟啦！项少龙叫声：哎呀，弊咯！一个女人如果明知你话明啦，要对佢示意轻薄，依然俾你机会嘅话，就算佢样几咁恶啊，但系仲唔系芳心暗许咩？啊，呢、這个的确真系诱人之极，亦都使佢头痛之极啊！但系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已经系世成骑虎噶啦，真系进退两难啊！喂，今夜有咩事，听日至讲啦。喂，我而家都想翻屋企瞓觉咯。赵子一听，嬲到面都白晒，一抽一马跑前两步拦住去路话：估唔到你呢个人咁婆妈，你如果唔上嚟啊，我就成晚跟住你，使你成晚都冇觉好瞓。女人发起恶上嚟，真系不可理喻。项少龙我冇办法。喂，姑娘仔，你唔系心有所属，仲霸住个项少龙嘅咩？你咁便宜我，这样会唔会有啲啊？有啲赵志听到成身震一震，那个面色啊忽明忽暗。过咗阵咬牙切齿咁话：本姑娘唔属于任何人，董康，你究竟上唔上马？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暗暗叫苦啦，唉，自己已经点到明噶啦，但系赵子都仲系坚持要佢上马，睇嚟佢个心啊已经由嗰个项少龙嗰度转移到佢而家呢个马痴董康嘅身上咯，今次真系弄巧反拙啦，无可奈何之下，将个心一横，嗱、啊，你自己攞嚟嘅啫吓，讲完之后飞身上马。坐在他背后，赵志轻叫一声，双脚一夹马腹，那匹马夹啊夹啊咁向前跑出。项少龙即时两手伸到前边，揽住佢条腰，成个身体呢都贴上咗佢背脊。哇，那种刺激嘅感受啊，使佢成个人啊热血狂升。但系赵志好似冇啲感觉咁，依然系面容冰冷，全神边向匹马一路快跑。两个人一路之上，虽然身体紧紧相贴，但系大家都冇讲说话。不过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呢种销魂蚀骨嘅感觉，真系强烈到可以将任何男女嘅身心都融化。跑到嚟赵志屋企嗰间雅致嘅小院落前边，项少龙咁先轻松翻落嚟，啪一声跳翻落地。同赵志两个人就入咗去，佢喺长颈嘅一边坐低，善由赵志两姊妹呢就坐喺佢对面，善由仲系嬲爆爆恶狠狠咁盯住佢，赵志嘅神情呢亦都寒若冰雪、冷若冰霜一样，耷低头唔知谂紧咩事。善由硬扳翻咁话：我要个妹请你嚟，系希望能够同阁下合作对付田丹。项少龙早就知道佢会讲呢个问题噶啦，佢揽住个头话：你哋既然想用邯郸刺杀佢，喂，米西之老子会陪你哋做啲蠢事，就算得咗手啊，你走唔甩噶啦。善由面色寒，你先蠢啊！我哋已经打听清楚噶啦，邯郸今日黄昏已经嚟到城外，仲未入城，护送佢嚟嘅系齐国嘅名将旦楚。有成万人齐兵，所以唯一杀佢嘅机会就系佢率领只系简单几个随从嚟到城内嘅时候，呢、這个大奸贼身边有几个人，特别系刘忠石同刘忠夏两兄弟，佢哋身手功名，曾经徒手就打死个狮子同老虎。你睇，石一声，佢拉开自己嘅衣襟，露出大半截胸肌，
只见上面有道令人触目惊心的剑痕。项少龙都想不到他咁大胆啊！睇一睇嗰道剑痕，即时耷翻低头，唔敢再睇啦。点一点头啊？咁重嘅伤，你都仲有命，算你好彩啦！仙游冚翻好件衫啊！田丹唔系你嘅大仇人咩？冇人比我更加清楚田丹啲嘢噶啦。我曾经喺佢府邸之中做过奴婢。咁样讲，你明白同我哋合作嘅好处啦啩？项少龙唔想再同佢哋纠缠落去，叹一啖气话。我同田丹一啲关系都冇，嗰晚唔想伤害你两姊妹，先顺住你口气咁讲嘅啫。仙游同赵子一听，同时窒一窒，跟住仙游双眼之间寒光闪起，项少龙啱啱叫一声闭，仙游已经好似只老虎乸咁喺衫里面攞咗把匕首向佢一扑过嚟，匕首啊兜头向佢插过去。不过项少龙嘅徒手搏击术呢，亦都系非常厉害噶。只将佢身一闪，唔单止揸住佢手腕，仲用柔道嘅手法将佢成个人一打打喺旁边嘅地下嗰度，跟住佢身一压压上去，将成个人压到实一实。善柔啊，猛咁挣扎，甚至系擘大口想咬佢添。项少龙即时将个头离开一啲，用两只手啊揿实佢，然后大髀啊夹住佢大髀，同时警戒咁望实赵志。只见赵志啊一面茫然望住佢家姐。喺日都唔识出声咁滞噃，项少龙见啲赵志武攻上嚟，即时放心，佢猛咁压实善柔。善柔虽然比一般嘅女子力气大得多，但系点及得上项少龙呢种重量级嘅壮汉呢？挣扎咗一阵，就成个人软翻落嚟啦。但系双眼仲系狠狠咁盯实项少龙，哈，咁样睇起上嚟，又另有一番诱人嘅神态。项少龙耷低头睇下呢个巴辣嘅美女，话：系无论点，我嘅出发点都系好噶嘛？点解小姐你咁对我啊？哼，你呃人，你个骗子！项少龙见到佢双眼都红晒，明白啦，原来佢因为俾自己呃而嬲成咁。咁当然，亦都因为冇咗佢嘅协助，跟住呢？知道自己好难刺杀田丹，由此而引起咗好大嘅失望。咁睇起上嚟，佢其实系好睇重自己嘅。项少龙叹一啖气话：你肯唔肯放开把匕首噶？善柔狠狠咁盯咗佢一番，终于放开咗把匕首，紧张嘅气氛啊，咁先松弛落嚟。项少龙马上感到自己身下嘅肉体，即时呢？就已经松软翻。喺呢个时候，男性嘅本能马上提醒佢，自己身下呢个美女，佢丰满诱人嘅身体带俾自己嘅刺激。项少龙好尴尬，即时将个身昂起一啲，佢话：嗱，只要你应承唔再嚟攻击我，我马上放开你。仙柔勉强唔一声，嗰种少女思春嘅神态。出喺呢个坚强狠辣嘅美女面上面，哎呀，真系令人遐想啊！项少龙即刻将嗰把匕首啊掟到墙角，咁先慢慢企翻起身，移到墙壁嘅另一边坐低。善柔啊，依然瞓喺张床席上面，好似连起身嘅气力都冇晒。项少龙望望赵志，只见赵志拧转头唔睇佢。过咗一阵，善柔咁先企翻起身。睇都唔睇项少龙一眼，即刻就叫话烂。项少龙亦都冇所谓，佢话：由姑娘如果赶走我，一定会抱憾终生噶噃。你自己算乜嘢啊？我见到你呢个骗子啊，我就觉得讨厌啊！两位姑娘，你哋爱唔爱你哋惨遭不幸嘅父母啊？咁岂不是多此一吻？如果我哋唔爱父母，我点会判咗命要为佢报仇啊？项少龙啊，尽量平心静气咁话，可以报仇而唔去报仇，咁啊不孝。但系明知报仇只有去送死，使到父母在天之灵更加惋惜悲痛，咁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嘅不孝？喺咁嘅情形之下，虽然讲系忍辱偷生。
但如果懂克制自己，保存性命，岂不是亦都系另一种报答父母嘅方式？善柔听到微微愕然，我唔使你嚟教训我哋，翻去享受你嘅荣华富贵啦。项少龙心头一震，知道其实善柔对自己呢系有啲情意，所以先会觉得俾自己呃而勃然大怒。而家语气之中充满啲怨愤埋怨之意，赵志望实佢亦都冷冷咁话：而家一切都搞清楚啦，我两姊妹同你再冇咩相干，董先生，翻你屋企瞓你个大觉啦，我哋就算死咗都唔关你事。佢嘅语气同佢家姐都一样，项少龙听到呢个心啊越嚟越怜惜。咁你哋唔想再见到善兰咩？赵志善又听到同时娇躯剧震，你讲乜嘢啊？唉，请你哋信任我啦。善兰而家喺一个非常安全嘅地方，而且仲有个好归宿，等住你哋去会佢啊！赵志听到当堂面色咧，即刻变晒，声都震晒咁啊！你唔系就呃我哋啊嘛？佢点会仲未死呢？项少龙又用董康嘅名义再发咗个毒誓，两姊妹对望咗眼，即时紧紧咁拥抱埋一齐，吓个神态又系欢喜又系凄凉啊！等到佢两个平复咗啲，项少龙就话：董茂绝对唔会将荣华富贵睇成一回咩事，至于田丹嘅事，因为我本身同佢冇咩仇怨，咁好难处心积虑去杀死佢。而且咁亦都好不智，喺而家嘅情势之下，有命杀人都冇命逃走啦。而且成功嘅机会咁微，点解唔留翻条命，再谂办法嚟对付佢呢？善柔听到拧转头望佢，好似咧呢番说话听唔入耳咁，但系以佢嘅性格，唔闹翻转头，咁已经系有啲心喐噶啦。赵子又话：咁兰姐而家喺边啊？你点会遇到佢嘅？佢系咪入咗你家门啊？自姑娘想俾人就呃你哋咩？讲得到嘅我一定会讲嘅。吓你啊！我真系好想插翻你两刀啊！譬如你打我两拳，咁啊冇乜所谓。善柔突然间拧转头，你点先可以帮我哋杀田丹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好头痛。佢仲系要坚持己见，咁头先自己嗰番说话岂不是白讲？佢一拍个额头话：哎呀，乜董某嘅说话你冚唪唥都听唔入耳嘅咩？赵子突然间咬咬牙，佢话：如果你两姊妹同时向你献身，你肯改变你嘅主意咩？善柔听到成身震一震，但系冇出声，咬住嘴唇耷低头，块面都即时红咗。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有一个咁石破天惊嘅提议，当堂成个呆晒，睇实眼都唔眨嘅赵志，同时双眼咧又不由自主咁喺两个女仔身上上下咁打量咗翻，当堂觉得唇干舌燥，咳咗声话：赵姑娘，你讲笑咋嘛？我真系唔系唔肯帮忙。而是有苦衷，唔可以分神喺第二件事嗰度啊！赵子就话：咁样好啦，如果真系毫无机会嘅，我哋两姊妹绝对唔会勉强先生同我哋一齐去送死。但如果有机会可以功成身退嘅话，先生可唔可以为我哋完成咗呢一个我哋盼咗七年嘅心愿呢？只要我哋都成为先生嘅人啦，咁当然唔会同你全无关系啦。项少龙望望善柔，又望望赵志，唉，个心啊暗暗叫苦。如果佢延迟拒绝，一定会伤透佢两姊妹嘅心。叹一啖气话：唉，我真系俾你哋不惜牺牲嘅诚意打动晒，但系我唔想成人之危，喺呢个时候得咗你两位小姐娇贵嘅身体，咁我岂不是好卑鄙？咁啦，睇下情形再讲啦。点解唔见到你嗰位正叔嘅？
仙游见到佢冇拒绝，仲话睇下情形再讲，即系回心转意啦。当堂面色都缓和晒，因为呢个时候佢已经清楚呢个董康嘅身份特别，佢人又精明，手下又非常犀利。至于佢本身嘅身手，自己亦都领教过。如果有佢帮手啊，点会唔成功啊？赵子话：佢身体唔系咁舒服，所以除咗打探消息之外，我哋咩事都唔想俾佢劳心嘅。既然系咁，彭田都咁夜啦，不如我哋就此告辞，我都要翻屋企瞓觉啦。咁两个人就陪住佢企起身，突然间。三个人都为各自之间暧昧难明嘅关系，又感到有啲尴尬。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呢，喺度再留落去啊，自己真系唔知点算好啦。啊，你哋唔好送我啦，跟住向门口就直行过去。赵子就跟我出嚟话：我送你啊！佢一直陪住项少龙嚟到竹林暗影嘅深处，突然间细细声话：其实你可以唔翻去噶。项少龙听到佢心都叭叭声咁跳起上嚟，赵志咁讲啊，即系表明要向佢献出宝贵嘅贞操。对佢呢一个咁心高气傲嘅人嚟讲，讲咗呢句说话几难出口啊！但系虽然佢亦都想得要命，佢话无福消受啊，叹一啖气话：姑娘唔使咁做嘅。如果你真系倾心于董某，我求之不得。但系而家你已经有咗心上人，又唔系真系爱上我呢个唔知道淑丽嘅粗人，点解咁作践自己呢？我要帮你哋，唔系要得到咩报酬嘅。赵志忽然间重重向背脊打咗两拳，哼，人哋憎死你啊，憎死你啊！讲完之后拧转头就走啦。项少龙亦都只有苦笑。呆咗一阵，收拾心情就翻返屋企啦。一谂到第日嘅论剑大会，当堂成个人就振奋起上嚟。虽然前面系有咁多荆棘险阻，但系自己都有信心去解决呢一切。佢虽然知道呢、这个时代有啲人嘅命运，比如佢知道小盘呢个嬴政一定会最后统一晒整个中国，灭掉六国嘅。而且亦都知道李斯会成为小盘嘅好帮手，更加知道赵国嘅赵孝成王，最终佢嘅子孙都会成为亡国之劳。但系对于自己将来嘅命运，佢系一无所知。无论如何，喺呢个战国嘅大时代里边，生命实在比21世纪佢所能够经历嘅要多姿多彩得多。一翻到自己住嘅地方，藤叶嘅即时话：依然喺房间里面等紧你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眉头大皱。李元同龙阳君都会派人监视佢嘅动静，佢咁贸贸然揾我，迟早都会俾人发觉噶噃。藤叶就笑住话：我早就问过佢啦，佢话呢一向都俾人惊惯晒，所以特别训练咗两个替身。好等佢可以避开呢啲痴缠嘅人，做自己中意嘅事。除非有人够胆闯入佢个闺房啦。如果唔系，边度知道而家里边嗰个人系假嘅呢？佢叫我放心、啊。三弟，你真系得噶！我睇依然啊，爱你爱到发晒狂，完全冇办法抑制自己。美人倾心，你仲去享下人间艳福？项少龙笑一笑，正要入房，突然间，藤叶话：我好想杀咗田丹。项少龙听到大吃一惊，就是、跟住明白啦。藤叶一家灭亡，实在由于萧艺谋背后嘅主使者田丹间接造成嘅。咁再加上而家个外妻善能同田丹亦都有亡族之恨，在情在理，藤叶都好难吞得落呢啖气。佢不由都感到好头痛，边个都知道田丹系战国时代最厉害嘅人物之一，唔会比信陵君差几多，要杀佢真系难比登天。何况我哋自己本身都仲有咁多棘手问题，又点有能力节外生枝呢？藤叶睇睇佢，拍拍佢膊头话：我知道三弟你嘅难处，
你现时睇机会啦，我唔系嗰种唔知道轻重嘅鲁莽之徒嘅。项少龙松一啖气，二哥嘅事就系我嘅事，呢啲嘢我绝唔计较。滕亦好感动咁拍拍佢膊头，拧转身就走啦。项少龙翻房之后，纪嫣然好似阵旋风咁扑上嚟，咁两个人当然又系掀起一场爱嘅风暴。等你一切平静翻落嚟之后，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听日嘅比剑之会，佢忍唔住问纪嫣然话：嫣然啊，你同李元交过手未啊？纪嫣然即刻由情欲之中清醒翻过嚟，点一点头啊？哎呀，嫣然真系糊涂啦！见到你嘅时候啊，乜嘢正经事都唔记得晒。康朗啊，你要好小心呢个人，佢剑法灵奇飘逸，既好睇又犀利。嫣然虽然未能够同佢分出胜负，但系知道唔系佢嘅对手，而且呢，佢又专登留守让我噶，所以佢嘅剑术只可以用深不可测嚟形容。我睇，项少龙越听越心惊。上次佢险胜纪嫣然，唔好讲话留守啊，事实上系盘尽全力都冇办法喺剑法上占到上风。后尾呢系靠自己嘅搏击术，再加埋啲无赖招数啊，咁先取胜。咁样讲，李元嘅剑术就比以前嘅自己更加犀利。好彩佢得到麦氏保卫招法之后，剑法突飞猛进。如果唔系呢，而家要即刻认输。纪嫣然头先意犹未尽，其实嘅意思都好明显。佢用以前嘅项少龙同李元比较，梗系觉得项少龙比唔上李元啦，只不过唔忍心讲出嚟算啦。谂到呢度啊，不过都额头都出咗一额冷汗。呢、這个李元无论文才武艺，都有使纪嫣然倾心相许嘅条件，只不过自己先行一步，又借咗廿一世纪人嘅见识，将佢压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呢场情场之争好可能输嘅系自己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纪嫣然一晚缠绵，真系讲唔尽咁多风流情话。咁但系同时，项少龙亦都冇忘记问下佢李元嘅身手如何。结果，纪嫣然嘅回答使到项少龙大生警惕。原来呢，纪嫣然话照睇李元嘅剑法真系深不可测，当日自己同佢比武嘅时候已经知道唔系对手，而且当日李元同纪嫣然比武嘅时候已经系明显留手啦。而项少龙喺大梁同纪嫣然比武呢，几乎系盘尽全力都冇办法喺剑法上占到上风。后尾呢，是经过自己的实战丰富经验，再加上那些搏击术，才使到纪嫣然就范的。那即是说，那个李元起码比当日的项少龙重要犀利。不过好彩自己得了麦氏保卫之后，剑法亦都是突飞猛进。不过如果第日的剑会自己真的要同李元交手，那无论如何呢都要小心一点。一晚嘅恩爱缠绵之后，第日项少龙起翻身之后，纪嫣然已经就走咗啦。喺床边仲留低有个香味嘅一张信笺，内容大约系话唔忍心吵醒佢，所以自行离去。其中当然亦都有啲香艳嘅情话，睇到项少龙唉个心啊又惊又喜啊！呢阵时系有人嚟禀告，话韩闯嚟揾佢。项少龙一见到佢，韩闯就话：董卿寻晚表现得真系精彩，睇嚟唔一定靠春药，都系一亲几才女嘅方泽。喂，如果事情嘅话，可唔可以分翻一晚俾本侯，等我一偿心愿啊？项少龙听到啲无耻嘅说话，几乎想打佢一拳噶啦，但系表面上嘅敷衍，佢话：侯爷讲笑啫。几才女只系对鄙人略感兴趣，又点讲得上去有咩机会呢？啊，系啦，鄙人走咗之后，李元有咩反应啊？呢个小子嘅表情就精彩咯，睇嚟佢对你啊系恨之入骨。董卿前佢一走，喂，
赵志嗰个靓女都匆匆告辞，佢咪嚟追董卿啊？项少龙听到暗暗责备赵志，哎呀，太唔小心。又谂起寻晚同赵志一拍行嘅时候，遇过几对巡逻嘅赵兵，想唔认都唔得啦，就摆出好苦恼嘅样话：，唉，我都以为有咩飞来艳福，点知佢追上嚟之后闹咗一餐，几乎要拔剑喐手啦。不过我最憎系同啲妇人纠缠嘅，先忍咗佢呢啖气啫嘛，唔好提佢咯。韩闯听到松一啖气，啊，估唔到邯郸会有咁多靓女，啊，个郭秀儿都好好噶，益咗李元啊，真系可惜啦。项少龙心谂，唔怪得韩国啊越嚟越弱啦，原来朝政咩把持喺呢啲好色之徒嘅手里边。唉，咁真系难讲。佢叹一啖气话：一阵间个论剑会，侯爷有咩计可以教训阿李元嘅咧？韩闯好兴奋噶嘛，讲起上嚟真系好笑。今次可以讲系我哋三晋合起嚟，要对付呢啲无情无义嘅楚人。原来赵牧龙阳君同我都不约而同。派咗我哋最佳嘅剑手，混喺赵霸嗰堆人里边，谂住好好教训李元一番，睇下呢个小子点样避过当场受辱嘅厄运。项少龙谂起纪嫣然寻晚同自己讲过，李元嘅剑法系几咁犀利，心谂或者好难呢，如韩闯所愿朗。呢、这个时候乌果又嚟禀告，话赵雅嚟揾佢。项少龙听到好尴尬，韩闯嘅面色都好唔自然。原来赵雅对董卿都有啲意思啊！呢、这个荡妇真系好动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先行一步啦。项少龙当然恨不得即刻一脚踢走佢啦，但系知道咁做呢，韩闯一定个心咧会留低条刺嘅，就笑住话：侯爷留低啦。俾夫人一个意外惊喜啊嘛！跟着叫乌果将赵雅请入嚟。韩闯其实边有意思系要离开啊，只不过表示下咁解啫，连表面嘅客气都费事啊！睇嚟佢真系非常迷恋赵雅嘅。果然，赵雅一面笑容咁行入嚟。项少龙见到佢个样，我觉得好奇怪。寻晚自己咁样讽刺佢。临走嘅时候横眉冷目，唔通反而使佢更加迷恋上自己？咁两个人就即时起身相迎。赵雅见到韩闯，微微窒一窒，面上面露出啲唔系咁高兴嘅神色，但系依然微笑住话：啊，原来侯爷都嚟咗呢度啊！韩闯就笑住话：早知夫人亦都要嚟呢度。咁咪一齐嚟咯，咁都可以多啲时间相聚啊嘛。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两个琴晚又搞埋一齐，嬲到几乎想刮赵雅两巴。但系呢个时候又无计可施，赵雅都估唔到韩闯会当住董马千面嘅自爆私情，既尴尬又羞沉，佢心里面就好嬲。原来佢琴晚之所以留低韩闯。其实个心呢都有啲系要对董康做报复咁嘅意思，点知今朝一醒就感到后悔，而家俾韩闯当项少龙嘅面揭出嚟，的确非常难心啊！耷低头唔出声。项少龙勉强笑一笑话：啊，既然系咁，鄙人不如让个地方俾侯爷同夫人，哎呀，再做多啲嘅片刻欢愉啦。韩闯应该摆明姿态要离开赵雅，就唔想同自己同佢有呢场争逐，就觉得好感激，就话：啊，董卿唔使咁嘅，夫人今次专程来访，本侯最多都算系个陪客啫。赵雅呢个时候已经回复常态，佢睇咗眼项少龙就话：咁我都冇咩特别事，我只不过呢系惊住董先生唔识路去赵氏行馆。所以系同董先生一齐去啫嘛，跟住冷冰冰咁对韩闯话：侯爷如果另外有事嘅，请自便啦。赵雅有啲养马嘅问题，想向董先生请教。
韩闯估都估唔到，寻晚呢仲好似夫妻咁恩爱，点知转眼之间，哈，呢个女人就反面无情啦，当堂嘅心有啲嬲啦。原来夫人白恩会变成另一个人嘅，既然系咁，本侯就只好晚黑嚟再揾夫人啦。讲完之后都唔等项少龙挽留佢，一食衫就走咗啦。剩翻赵雅同项少龙两个喺度，气氛就更加尴尬。赵雅听到韩闯嗰句说话，嬲到面色都有啲白，坐低饮咗杯茶，依然系讲唔出说话。项少龙亦都唔知讲咩好。过咗阵，赵雅忍唔住话：董先生，你系咪嬲赵雅唔知检点呢？项少龙七尾叫自己心唔好嬲，费事露出破绽。但系双眼仲系忍唔住射出锐利嘅光芒，佢睇实赵雅话：夫人多心啦，你寻晚欢喜陪边个系夫人嘅私事，我有乜资格嚟问你呢？赵雅皱埋眉头对佢话：都系你唔好，人哋寻晚一心想陪你噶嘛，点知你咁无情咁对待我，人哋嘅心都唔知几苦啊，所以我。夫人你嘅说话真系奇怪，你前晚先同李元鬼混，咁叫我一。